点击托普课程的最后一课，托普群选修科目托普群。那么我们这个托普群这个课就融合了我们去年讲的群跟今年所讲的拓扑两个重要的数学的概念。那么什么是这个拓扑群呢？其实拓扑群的定义很简单，所以把群定义里面的集合换成拓扑空间，把群定义里面的映射换成连续映射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写下这个定义。定义拓扑群 G 跟乘法还有 G 上的一个拓扑 T 是一个拓扑群，当前仅当下面的四个条件成立。首先第一个，乘法是一个从 G 乘以 G 到 G 的一个连续映射。那我们知道 G 有一个拓扑， G 上有拓扑，那么 G 乘以 G 有一个自然的 G 拓扑，那么 G 拓扑进去 G 这两个拓扑空间之间的一个映射，我们要求它是一个连续映射，这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结合律，结合律就跟原来的结合律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 A 对所有 A、B 和 C 在 G 里面，那么 A 跟 B 先相乘再乘以 C 是等于 A 乘以 B 和 C 的 G， 这个很简单。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有单位元 E， 我们存在 E 在 G 里面，使得A 乘以 E 等于 E 乘以 A 等于 A， 对所有的 A 都成立，对所有的 A 都成立。那最后一个第四个呢，第四个条件在群里面说，里面就说我们每个元素都有一个 N， 那么这里我们更加要求这个 N 是一个映射，从 G 到自己 G 的映射，并且是个连续映射。那么我们对于每一个 A 我们有存在，对每个 A 存在一个元素 A 逆，使得 A 乘以 A 逆等于 A 逆乘以 A 等于 1， 并且 iota 从 G 到 G 的这样一个 iota 是一个希腊字母， iota 从 G 到 G 这样一个映射，把 A 映射到它的逆上面，这样映射是连续映射。就说基本上一个群 G 我们给它一个拓扑，使得乘法和这个群 D 这两个映射变成连续映射，那么它就是一个拓扑群。那么我们一般的我们还会加上另外一个分离公理的性质，一般的我们还要求G 是 T 空间，就我们希望我们之前学过分离公理， T1 就是等于点是 B 的，我们希望 G 里面每个点都是 B 的。那么当 G 符合这些条件并且是个 T1 空间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拓扑群。我们来举一些拓扑群的例子。那哪些例子呢？首先我们的整数跟加法在离散下面是一个拓扑群，大家可以回去验证一下这一个。那第二，我们的实数跟加法在实数的通常拓扑下也是个拓扑群。然后第三，我们可以考虑我们在复平面上面单位元，复平面上面单位元在乘法下面并且在子空间拓扑，在复平面的通常拓扑的子空间拓扑下也是一个拓扑群。那么拓扑群我们定义了之后，我们看一下它有什么性质。我们先考虑一下下面的一个构造，我们给定，如果我们给定拓扑群 G 里面的一个元素 A， 我们可以构造以下的
一个映射，我们可以首先把 G 嵌入到基球影机的这样一个机上面，我们把 G 嵌入到 G 和 A 这样一个对子上面，你要再取它们的乘积。那么我们把这一个叫我们的右乘，叫 Row A。那么我们知道嵌入是一个连续映射，乘法是连续映射，所以它们的复合也是个连续映射，所以 Row A 是从 G 到 G 的一个连续映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如果我们嵌入到另一边，我们把 G 嵌入到 AG 上面，然后再把它取乘法映射出去的话，我们得到另外一个左乘。大家看，这里是右边乘 A， 这边左边乘 A， 所以由右乘 A 跟左乘 A 这样两个连续映射，它们俩都是连续的。那我们注意到，因为 Row A 和 Row A 逆其实是互为逆映射，因为对每一个 G， 如果我们取这样一个复合的话，其实等于我们先那个右乘 A 逆，然后再右乘 A， 那么这一个其实等于 G 自己本身。我们反过来 也一样，所以 Rho A 与 Lambda A 都是同胚，因为它们 Rho A 的有逆映射，Rho A 逆 Lambda A 有 Lambda A 的逆映射 Lambda A 逆。那么大家可能问，为什么我们要用希腊字母 Rho 和 Lambda 呢？那么其实希腊字母 Rho 和 Lambda 是英文里面的右边的首字母 R 的希腊字母版本，然后这个是左边 L 的希腊字母版本，然后包括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个逆映射 Iota，从 G 到 G 的 Iota 把 A 印到它的逆上面，那么这个是英文的逆 inverse 的首字母的希腊字母版本，所以我们就这样可以记忆到底这个是左还右，还有这个是逆。那么这一个 Iota 其实也是它自己本身的逆，逆映射。因为我们知道你可以把一个元素印到它的逆，要你再取一次逆的话，你得回原来的元素，所以 Iota 是它本身的逆，也就是说 Iota 也是一个同胚。所以给了一个拓扑群之后，我们得到了很多拓扑群上的一些同胚。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考虑这个实数跟加法这样一个拓扑群。我们前面说到了实数跟加法在通常拓扑下是一个拓扑群，那么这个拓扑群里面这个 Rho A 跟 Lambda A 是什么样一个映射呢？其实就是平移 Rho A 和 Lambda A， 就把 X 映射到 X 加 A 上面。因为这个是一个阿贝尔群，所以左加跟右加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平移，就对应着我们把这个实数线往左往右移动。那么另外 Iota 是怎么样一个映射呢？ Iota 是把 X 映射到负 X 这样的一个映射，就把这个实数线对于原点的一个对称，这就是一个反射，一个关于原点的一个反射，一个对称。